PCB 工艺边也叫传送边，是为了 SMT 加工时流出轨道传输位置而设置的长条形空白板边，一般在 PCB 板的两边或者四边增加。一般当 PCB 板内的元器件边沿与 PCB 边沿的距离小于5毫米，就要加工艺边了。工艺边宽度一般为3到10毫米左右，以5毫米最为常见。工艺边上不应有焊盘、通孔，但可以有定位孔和 mark 点。板厂生产时，成型和测试需要做定位，在工艺边添加3到4个直径3毫米的定位孔，做出的外形相对较标准，做定位也比较方便。SMT 通常是用 mark 点做对位，如果板内没有 mark 点，则必须在工艺边对角添加2到4个直径1毫米的 mark 点。板内有的情况下，工艺边可加可不加。工艺边本不属于 PCB 板的一部分，在 PCBA 制造生产完成后可以去除掉，所以一般可用邮票孔或者 V 型槽连接，后续便于分板。不过具体工艺边加在长边还是短边，宽度多少合适，还要根据自身实际的生产需求合理选择。